我想改一下这个声音啊，你们看到游戏画面了吧？有吧？有的。好了，有什么东西跟我反映？到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跟我反映吧。没有的话，我就直接开始了。这50%，不要太大声啊！这也是很久没玩啦，那我们就加减玩一下吧。其实基本上呢，我只有玩过手机版啊，玩一点点而已。这游戏的玩法就是你要成为细菌，然后毁灭全世界。就这样，不要，我是个菜逼吧，好，我玩基本的就好了。好，刚开始呢，你可以扮演最基本的，你就可以扮演细菌，好，然后呢，等到你后面等级越高解锁了，你可以扮演病毒，或者是真菌，或者是蠕虫，或寄生虫，啊，还可以扮演生化武器啊，对，最严重就是红魔瘟疫了啊，或者是猴流感。啊，不过这都可以直接办啊，可以办这个好屌啊！不要，我们要先从细菌开始，我不管了。哦，对啊，这是 Steam 的游戏啊，我们要当细菌人，然后呢，好像还可以取名字吧，我没记错的话。啊，我刚开始我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连一个东西都不能插啊，被欺负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先来玩个普通好不好？我们要取一个叫什么名字？有没有人可以建议一下要取什么名字啊？这不是恐怖游戏，这只是一个策略游戏。有寄生兽，叫大鸡鸡，也可以打中文吗？可以哎。不要，艾滋病太笼统了。大鸡鸡好了，我们这个病毒呢，新的病毒叫做大鸡鸡病毒，可以的，那我们就叫大鸡鸡，不管了。啊，您是一个诞生的细菌，新诞生的细菌，为了胜利，你必须进化并感染全世界，消灭所有敌人的终极病毒，请取病原体初始地。哦，点选开始的这个泡沫已确认哦。检视地区，我们要在哪里生出来呢？要怎么选择啊？哦，我们可以从哪边开始啊？苏丹、中非地区有没有台湾？台湾在这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台湾应该在这里是不是？澳大利亚不对，巴西。因为台湾应该是超小的，所以说应该是点不到吧。哦，有中国啊，台湾应该是在，哇，台湾点不到啊，不可以这样啊，大哥，我们台湾小到居然连点都点不到啊，突然觉得悲从中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如果要解编的话呢，你们到时候粉丝团留言给我，好不好？在这边我是不会理的。大鸡鸡已经感染了第一个人类。等一下，我在哪里设置？我按到什么吗？啊，我按到菲律宾了，好吧，那我们从菲律宾开始好了。由于它不稳定，长期存活在高温环境中，好，因此你必须使用 DNA 让它进化，变感染更多人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增加我们大鸡鸡病毒的抗性。啊，大鸡鸡开始在这个菲律宾共和国传播了，非常好。点击 DNA 橙色气泡，可以获取 DNA 点数。好的，我看就是传来传去，有没有？从这边传过，这边从菲律宾搭飞机过去的人都会传到别的地方加以感染，有没有？那我要怎么点这个点数呢？进化史传播点数从哪里看？然后这边有8个 DNA 哦。我们应该要增加高温抗性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增加一下高温抗性好了。在哪里啊？人力，净化细菌抵抗。哦，这个要11点才可以净化，好讨厌哦。我们等一下多点一点，来增加我们的高温抗性。所以我们还可以加速吧。
大鸡鸡正在菲律宾共和国迅速传播，感染者人数将预计大增。你可以通过进化的这个方式来控制它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断线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我没断线，我以为我直播断线了，吓死我的毛了，毛都快掉光了。啊，重新整理吧。对我们现在的病原体哦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可以进化我们的病毒。船只为了防止病情的这个传播到各国去，现在已改良新的清洁技术。只有进化至高级的传播病毒才能幸免。我靠，进化高级病毒哎、欸，要如何进化高级病毒？空气传播。可是我想要先学这个哎、欸，我先学这个好了，能够耐热，然后到后面再把这个细胞壁把它弄高一点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的 DNA 只有四个而已，你已经成功进化大鸡鸡了啊！你已经使用 DNA 进化那个病毒原体解锁啊，点击产生更多细胞，感染更多的人。太好了，啊！继续获取，这就是一个细菌感染全世界的一个概念。欲了解地区详情，请点荧幕的底部区域名称打开。哦，所以说这边会写，你看感染下面这边显示感染的数量啊，已经216例了，可是还没有人死亡。大鸡鸡感染了数百人了，大鸡鸡在这个菲律宾共和国感染了数百人，并提高了患者的传播几率，让它继续进化吧。当然，我要让我们的病毒越来越强大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呢，十个 DNA 哦，看一下哦，增加一点症状好了。冰寒抗性、药物抗性，我想要先点的，可是要12点哎。算我们点一下冰寒好了，哦，我觉得这两个冰跟热这两个抗性点高，可能可以撑更久。还有水源污染哦，有人建议是水源污染，水源传染哦，喂，也是可以诶，我看一下，水源传染的话是要多少点啊？9点哦，我们当个二值的病毒。我还是觉得声音很大声呢、欸，是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调整过了吗？13点，好，我们可以点水源了。哇，等级二需要16个 DNA。除了人体之外，病原体也可以生存在新鲜温暖的水中。啊是。升级后的水源开始大量的传播啊。使大鸡鸡能够在生存船只采用全新的环境下，而继续传病原体到其他国家。升级船只再度受感染，所以他们升级的船只已经没屁用了。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子。哇，感染数千人了，太神了！大鸡鸡已经蔓延菲律宾和共和国了，目前已经造成上千人的感染啊！果然是我的大鸡鸡。欸，可以啊，你要把背景关掉哦。OK 的，这个吧，好，有点安静哎，这样子的话我必须放一下 BGM 啊、哦，等一下 ，BGM， 我来看看，所以我觉得放又觉得怪怪的哎、欸，要放吗？还是不要放？算了，我们把这 BGM 弄个10-20%就好了吧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各位，点歌，你的生这游戏在点歌，
也是可以啦，可是这样我会很手忙脚乱，你知道吗？我到底是要玩游戏还是电台呢？我不晓得我自己现在开直播是在干嘛。我还是专心玩这游戏好了。12个病毒，空气传播也不错啊，放一下空气传播好了，那更强大。哎呦，产生的咳嗽，哇靠，已经100多万人感染了呢。印度尼亚已经受到感染了，你的疾病已经迈向出未成为瘟疫公司中非常重要的一步。啊，当感染一个新的国家时，点击红色的泡沫获取 DNA。哦，超级大感染耶。全球新增的大鸡鸡感染人数已经超越肺结核了。大鸡鸡真的是很强，超强的大鸡鸡。你看下面的感染，世界概况已经感染这么多人了，7000多万了。全球新增大鸡鸡感染人数超越艾滋病了。好，越来越强大了。到底哪时候毁灭世界啊？大鸡鸡开始感染更多的国家，你可以通过进化病原体来控制它传播到的地方。病原体，这个是加键是什么意思啊？病原体，那我们可以用蚊子嘛，昆虫传播哦，最好的昆虫传播啊，点数不够，天啊，我们可以从加起也不够，再稍等一下好了，等到加一或加二，抗药能力，抗药能力要等到那些人发现这个疾病时候存起来比较好。那些拿来消除你这个细菌的药制作会非常的慢。你说学抗药性吗？大鸡鸡在未使用 DNA 点数下，易变出失眠症状。哇，不需要点数自己就可以变出失眠症状，哎，好强啊！自己突变哎，自我突变的概念。大鸡鸡还没有被发现，所以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苟延残喘。啊，慢慢的苟延残喘冲上去。菲律宾共和国在医生的一次常规之下发现大鸡鸡新病毒，靠北才刚讲都被发现了。虽然它看起来并不具威胁性，但是还必须进入更深入的调查。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关切这个病毒报告。我已经被大家知道了。点击红色的 DNA 细胞获得 DNA 点数。好，就这里。日本被感染了，三例感染人数。菲律宾共和国开始研发解药了，哇，开始研发解药了呢！只是医生开始这个研究大鸡鸡的解药了，大家都可以成为大鸡鸡。若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这项研究，它将比预期来得慢。所以说我该怎么做呢？算了，随便升一下好了。来来来，偷偷可以点。退化掉病毒，快退化什么意思啊？抱歉，我是新手，还要退化？没关系啊，我是玩硬班难度的，我应该可以征服全世界吧？慈善机构正在举办大鸡鸡日，来提高大众对它引起病毒的。好，可以了。这个日子，每个人都是大鸡鸡，太好了。我是玩一般难度啦，所以基本上应该我是可以好好的把他们啊毁灭殆尽这样子。这也感染的数量已经9800万了，到现在还没有人死亡哦。啊，富裕国家实施新的健康指南，以减低这个传染性，所以说我要如何是好呢？蒸蚊子嘛，蚊子的话是那个呢。蚊子需要11点呢，我还差一点点。传播，我们到时候生个蚊子好了。哦，这边一个，哦，这里哦，英国首例五个，英国首例五个，大鸡鸡被列入了监测名单，
大鸡鸡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名列在这个监测名单中，虽然它的传染性不大，但是各国千万不能忽视它的危险性。怎样，怕了吧？看见我的鸡鸡的威力了吧？来，我们透过蚊子做个传染，啊，传染到全世界，啊，之后呢，这整个世界、整个全球都是我细菌人的细菌人的天下了，有没有？清单内有重要数据，大鸡鸡在全世界传播开来。点击世界清单右下角，看哪边还未感染了。哦，秘鲁那边都还没感染，哇，这边已经2、2、4、6、8、9、9个国家被感染了，这么恐怖啊！开始感染了，一大堆被感染了。沙特阿拉伯也被感染了 啊！这是哪里？中亚地区！哇哇哇哇哇！这威力，这个威力实在太十足了，太猛了，大哥！玩到后面会变僵尸哦，到时候我要用僵尸病毒，一定很屌！哦，全部都感染了！哇，这些红点全部都是感染源呢！中国，你看这个中国已经好几亿被感染了，哎。这个点数真的是突飞猛进啊！来，我们要玩什么？被感染的老弱妇女都有大鸡鸡，那也太厉害了吧！老头病，抗药点的状况是，比如说人类正在制造的药从50%掉到30%，所以说我们可以先不要点这个啊。哎，血液传播也是可以，哎，点一下血液传播好了。我们靠这个蚊子来一打天下好了，这个蚊子威力实在太强了，太扯了吧！传染能力超越感冒，全球性真的大鸡鸡感染人数已超越普遍性流行性感冒了，要求哦。发热的发病症状异变，哦，多了一个发热病了，这是免费送我的就是了。哦，终于有人死掉了。太棒了，有人挂了，有人挂了，没关系，开始有人死亡了，啊，在这个印度尼亚这个部戏已经有人开始死亡了，抗药要先，要不然后面会跑很快，真假的？社交网络服务站正式上线，专为没有朋友的人新开发的这个社交网站加脸书加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跟病毒有什么关联？这个是中间偷偷打广告吧？那广告打成这样子也是啊，蛮厉害的。好吧，我们来点个抗药好了。啊，研发药的速度嘛。我们先点个抗药研发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抗药性越强，感染的速度越厉害。哦，现在才准备研发哈。巴西领导全球解药研发。点击蓝色的气泡可以拖延他们的那个研发进度啊，拖延你的研发进度。大鸡鸡在未使用第二型药又产生异变脓什么肿囊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异变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巴西成为首个尝试通过限制出境的控制大鸡鸡传播的国家。好，现在巴西已经限制出境了，出入境了。所以说那里已经被封闭了，我们实在太厉害了，各位，来多生一点抗药，然后呢，我想要把这个血液传播用得更强，有没有？增强传播率，太爽了啊！再来加勤，顺便弄一下好了，还是空气弄一下好了，人类没有空气必定灭亡。里约奥运会之谜，推迟举行里约奥运会的决定背后仍藏着一个谜。虽然主办单位承诺将很快举行，但是却未公布推迟的原因啊，就是病毒没，不用讲啦。我靠，感染人数好夸张哦！贫血症发出了异变啊，发病症异变了。大鸡鸡在未使用 DNA 情况下多了这个，好的。哎呀，有本事继续研发，
21% 而已。哎，我继续做我们的抗药性。哦，重组 DNA， 增加这个研制解药的工作量。谢谢，我来打扰你了。然后这个是，哦，能够忍受这个三级、四级的抗生素。哎，我就是一个超强细菌了。什么？即使大鸡鸡肆虐，奥运会仍很快的开幕了，不知人们是否会把鸡鸡带到巴西？来来来，全部都带到巴西去，不用讲了，通通都巴西。我靠，这个感染数好恐怖哦！他们本来不应该去的，愚蠢的人类。大鸡鸡在未使用 DNA 情况下，变异出了恶心的症状。我的大鸡鸡最强了，25%哦。看一下哦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剩一下，等一下把它点到满，33嘛，33 DNA 嘛。该点抗寒了、哦。哎，对哈、哦，我们北极这个地方没有被感染呢，这不是北极吧？格陵兰岛。哦，这个稍微比较偏寒冷的地方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办法感染他们，因为他们这边是低温嘛。有两种方式能对抗解药的研制：进化更具攻击性的并发病毒，取得更多国家较明显，或进化病原体的抗哦。所以说我们刚刚一直进化抗体，基本上是效果不显著。啊、哦，我们进化成功具攻击性的话，摧毁更多国家，他们研制的速度更慢。哎，我们来点一下冷的，我们让他去更遥远的地方，好，让他传播到这上面来、欸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往上拉、啊？好像上面是底，没办法看的是吧？啊，有了，传播了，碎了。这边几个，两粒。发布新款的什么 ICURE 7，苹果微软公司宣布新的 i 什么助于医治大鸡鸡。苹果发生什么事了？连这个也要赚了、哦？大鸡鸡在未使用情况下发出了这个溢出出汗症。好了，我快要赢了，绝对赢。还不够、啊、一般模式就是这么的简单哦。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地图啊，全国都被感染了，灭亡的国家现在目前一个都没有啊，所以说基本上他们快不行了。啊，他刚刚写是什么？地球上仅剩一名健康人类，最近也感染了大鸡鸡，那也太残酷了点吧。这个吗？算了，剩这个好了。哎、欸，干我乱点，我应该剩这个哎、欸，白痴啊、喔！随便啦、啊，点攻击性的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对哦，看我忘记了，可以上一页吗？我感觉我快要被他们制作解药解除掉了。撑得住吗？攻击他们！啊，让他们灭亡，完成75%了。攻击应该是这个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来做一下，也有病，肺水肿，腹泻。我们要升什么比较好啊？到14点嘞、欸，肺炎。没有点数了，我这局会输吧？病毒会让人鸡鸡变大吗？可以退化、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可以退化了。那我们可以先把，攻击性应该是点哪个方位？传染性才是吧？还是严重性啊？哎，我们把这退化掉。哦，致命性要增高哦，那致死性是要去
要去升什么才会增加致死性啊、哦？这个下面都已经有给你点了哦。文来如处，可是退化才反两个 DNA 也太少啦。我觉得这个已经来不及了，有点来不及的感觉。哇，第一次玩就不上手哎、欸，我蛮想要升这个内出血，内出血要16点。等等，该进化了吧？很多人有病就能把传染拔掉，严重跟致死。传染拔掉、啊，这个、啊。空气传播，哎、欸，他居然可以这样子点、欸，哎，好屌、喔！严重性变高才有抵抗，还有没有新的 DNA 前，其实会扣点。算了，让他去吧。不知道我会不会输？腹泻，多了一个腹泻症状。完了，他们快要百分之百了、欸，我好像输了。呕吐物抛射症状连级组合，感觉还蛮严重的。完了，他们快要制作解药出来了、啊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打下一局。干，不要啊！我是细菌人呢、欸，我是细菌人呢、欸。还不够点，这个还可以进化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发现原来真能进化、欸，哎，哇哩嘞！我都不知道这个可以再进化、欸，哎。我现在才发现原来他们能进化，呵呵。这进化应该来不及啦，这个加比较多，16点。只有传播的话，就像全球都轻感冒一样。下次先点偏执狂那一类哦，先退化一些，退化会扣，只有手机有。也要做好后，会瞬间全世界都没感染，然后我就输了。我不想输，我不想输，我想点这个哎、欸，这个加好多、哦。那这是他们自己那个提升的，算了，进化这个好了，你就来不及了。No， 输掉了。哦，全部人，全部的人。啊！超丢。大鸡鸡变得越来越可怕了，可是我快要死，我快要输掉了、啊，抑制不了了，大鸡鸡快被消灭了，我们的大鸡鸡要离我们而去了。看老头想玩完全潜行，再一次杀光还是严重性。我的大鸡鸡被斩草除根了。尼尔很早就破完了，先退化一些。所以说，有人说可以玩潜行系的，潜行系的怎么玩啊？哎、欸，这其实这游戏不难，不会说很无聊，倒觉得还不错啊。